旁边也有酒吧，女的叫嘛，有的人喝多嘛，也正常。不放心嘛，看看，就出现了这一幕，看裙子都被他撩上去了。他应该是蹲守在那边的。白天我去看了一下，他那个地方是一个监控的盲区。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我们会调查的。还没有呢。